阿全裸上半身，我姐没看到，所以我的只能选阿全。我也是，除了看到还可以摸到，就知道是这个安全感，安全感。安全感。其他的互动让你觉得他这个人有安全感吗？可能了解他的生活。觉得应该是一个有安全感的通上啊，现在是要玩这个是不是？这个也变成我没有啊，没有不要紧张，我们手头还没有紧。玉恒是一个很义气的人，然后有困难他都会立刻解决帮忙，没有也想办法强一点嘞。你看是不是强就不要了？异性缘，我怎么知道？这个很明显，新闻都有看到。要这样吗？要这样。因为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女人缘啊，女人缘好，异性是吗？没有吧。有吗？他会默默的就会让女生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异性的朋友。对，伯姐就不用讲了，新闻有吗？坏，以后不坏。谁最傻？我怎么觉得好像都傻？好吧，我都有傻的。同上，就是有傻劲啊。他因为他很憨厚啊。谁憨厚？他那就像刚刚记者说你阳光一样的概念，憨厚一个阳光旺，我靠，今天哇，认识了新朋友。反差最大，我觉得应该是他。嗯，我是被他的胸毛有吓到的，一看到的时候就发现，哦，不是，而且他长到这。没拍到朋友再算了。所以在戏里面会看到吗？会，非常强烈，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。对，支持力的毛，支持我的毛，到了力恒的毛变一个粉丝专业，对，还有蓝勾勾，力恒的毛，蓝勾勾。下一部戏继续合作。哇。我们两个为什么要坐在这里？为什么不是他们来选？我不选，可不可以？我也不想选，都不想合作。没有，都很想合作。我知道，跟陈导演拍《醉翁之二》。对，跳跳。